厨房里有工厂厨师，也有瓷器制工，每月两回舒适日都是这般合作无间。大陆福建泉州这间机械工厂，两年前由董娘林瑞敏开始推素。很多工人可以在我们这边先推素嘛，我们自己工人有200个，那可以在这边先做。对素食菜色，食堂厨师们做出心得。长肉这一块倒是还好说，但是因为吃完肉，你头一天晚上吃完肉食之后嘛，跟第二天早上就是你起床刷牙那个感觉，跟头一天晚上吃那个素食起来刷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感觉对于身体来说负担会小。舒适日当天可是无晚餐，全面免费供应，一整天舒醒也成为员工逐渐习惯的工作日常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黄国明、黄小莹福建报道。